太象征了。不太象征了。不太象征。这样算不算行车记录器？算啊。经过千辛万苦，因为我老婆就问我说：“哎，怎么你们去那里是怎样这样？”就是你要把时间给补满，不然他以为你跑去花天酒地。没错，三个。那这不是谁的？看他的朋友，他刚刚到，我说怎么？他停在车前面，我说我走了算了，我说不知道怎么的。的话就不用拍到方向盘了，是不是这么说啊？也能这么说，可是手会晃啊。哎，这个长得像田老师啊。这几个我上次就遇到啊。他们在练跑步吗？穿拖鞋啊？我两年前遇到。